台湾是中国啊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，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，不容任何外来干涉。我们敦促美日两国恪守一个中国原则，妥善处理台湾问题，停止干涉中国内政。民进党当局挟洋自重，甘当反华势力的棋子，只会把台湾置于更加危险的境地。